上翻直线，第三板解决问题。咁佢都唔急住攻啊，点解图比克唔系话出绝对嘅机会咧就唔会去攻？又系呢一种，我唔可以咧乘胜追击啊！回球质量唔高啊！睇得好耐心啊！呢边救到添啊！几下攻防转换，反手再抽过，用佢气氛嘅。咁就算而家见到唔系佢哋嘅主场，但系佢哋嘅人数同埋佢哋嘅欢呼声咧，真系会俾球员啊带嚟好劲嘅一个情绪嘅调动啦。板嘅能力系下滑咗嘅，咁啊而呢个时候嘅林丹咧，其实喺攻防能力上边咧，可以话已经系有一个嘅优势啊，同图菲克相比，咁啊攻防能力林丹咧系优于对手，咁但系图菲克咧喺整嘅交锋咧都系一种可以话针锋相对咧咁嘅一个技术风格嚟嘅机会，三比四，林丹发球。上翻直线，第三板解决问题，入咗对方个节奏当中。机会球，杀个追身，林丹守到，防守之后咧，两边嘅球员都会提出嚟换球，即系希望能够打乱翻对方嗰个节奏。攻一板，唔得。睇到好耐心啊！呢边救到添啊，变成咗对方得分。打一板突擊，防到落嚟，圖菲克進攻，殺直線，比較長啊！雙方嘅攻防轉換節奏好快。如果唔係一味同對方喺度即係糾纏啦，打翻啲嘅嗱網前啦，好似呢啲咁。技术特点优势，好高质量嘅放网啊！咁佢都唔急住攻啊！呢个图比克唔系话出绝对嘅机会咧就唔会去攻。林丹发球，九比十四，十一板，回球质量唔高啊！反手杀球。连续三板都防到落嚟，呢一次咧压多啲多拍嘅，先拉开，因为其实对方稳定性亦都唔系话可以 keep 得咁高，呢一边咧亦都系回咗中场球，图比克进攻咧就唔系话真系重杀嗰一弹啊，见到佢好多都系好球，直接翻后场有机会。打板直线，图比克防到，呢个球咧射得比较长啊！
真係好高嘅打紅得。睇下林丹可唔可以揸住機會，回球真係好高啊！最尾都冇放，如果放咗一個好球嚟嘅。而且啱啱呢分好關鍵啦，因為15-19同埋16-18咧，就完全兩個嘅心態嚟。先咪投襲，拉網，繼續放網前，出界啦！逃飛一發球，呢一把林丹係失，錯網，質量好高，又係呢一種。喺後場，陶菲克咧就8-5，陶菲克發球，攔到網。過網擊球啊！嗱，咁呢下就真係50-50啦，可以咁講。回返起球，攻防轉換，上一板林丹，呢下咧就撲啊撲到嘅，但林丹可以防到落嚟啊！但呢一分可唔可以啊攞低啊？比較可惜啊！真係會俾即係作客嘅球員啦，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啊！林丹，你想加快節奏，頭頂殺直線。大比又追身，可唔可以咧成功追擊啊？亦都係即係令到呢球波對方係更加難去判斷，個勢啊係跌得比較犀利嘅。殺個機會。比較可惜，唔希望打第三局噶嘛。而家佢係比分落後，所以處於一個要拼嘅角色。好球啊！自己殺板直線，到林丹殺對角，18-14。可惜啊！又是呢一種嘅失，仲有三分領先，有追剩兩分。
主动上一板，好球。19-16，林丹领先。基下的攻防转换啊，真的很高啊，但系。几下攻防转换，反手再抽过嚟，呢下嘅放网啦，出咗18-20。两个人呢几拍的过渡啊，质素好高的，推一板，嗱呢，林丹反手的下压，都出进攻噶啦。好啊。